馬啦，或者我帶領住架車啦，去到我哋想去嘅終點咯。作為女性嘅我咧，我揀車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個安全性啦，同埋咧 after sales service 我都覺得非常之重要嘅。依幾樣嘢絕對係我揀車嘅條件之一。車嘅音響對我嚟講都重要啊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都好享受揸車嘅樂趣啦，就好中意揸住架車周圍去。咁當然一套靚嘅音響咧，就令到成個駕駛嘅過程就開心好多咯。第一次攞到個車牌，然後之後自己揸住架車，同埋啲朋友一齊咧就去出去玩嘅。因為嗰陣時就要慢慢揸啦，又要照顧住自己同埋啲朋友嘅安全啦。但當我好順利咁送曬所有朋友翻屋企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個滿足感好大，因為咧大家都可以好安全喺我嘅駕駛之下咧就翻到屋企咯。所以我覺得嗰個係好難忘同埋好開心。性能好嘅馬咧，就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哦，佢跑馬跑得好快，跑第一嘅，跳欄跳得好好嘅，攞到冠軍嘅，咁為之好嘅馬匹啦。咁但係如果我覺得架車嚟講，除咗佢係要令到個駕駛者覺得好安全之餘咧，佢係要令到個駕駛者係享受到駕車嘅樂趣。咁依樣咧先係唯一一個係叫做好嘅車咯。至於揀車方面，我自己就偏好中意揀德國嘅車啦，因為咧佢哋嘅德國嘅車咁佢。